越南的感觉就是我还没有出去。我的刘海真的好乱啊！我的刘海怎么一天就长长了？你的刘海像没有洗过头的。我为了我的刘海，今天专门洗了头。哎，这样是正常的。算了算了。刘海太难了。你今儿想吃什么吗？你不应该让你自己，这是你的视频，你不应该出镜一下吗？好疼！哎呀，我的头是你两倍。哇塞，我脸真小。排队了，排队了。今天晚上不能吃东西。因为明天要工作。哎，我刚才一个吃个米线。不是，我刚才在飞机上，我给你看，我刚才在飞机上喝了一个很好喝的东西。这什么？它是酒，但是它是咖啡味的酒。我也以为别人喝的是那小杯的咖啡，然后我就喝了一口就给何姐喝，然后给何姐喝完，何姐就跟我说，或者我在看书，何姐这样拍拍我说，我能摸你一下吗？为什么喝多了？不知道，他我喝多了。何姐在哪？何姐，好空旷啊！你不应该照照你自己吗？第一次来越南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迪士尼的东西真的好可爱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小包包，是给我同学带的礼物。我还买了一个小包包。哎，这个不是，这是放在我车上。就是放在我是一个已经考过科目二的人。然后这个是过了吗？过了。然后就是放在车上，就是那个安全带上，就这样子。我还买了一个枕头，就是那个脖子枕，是我的。你的刘海真的特别的乱。对，我的小包包，我要背着它去上学。可爱。背着它去上学。我还给我的车买了车钥匙。车钥匙扣，它里边可以放零钱，哎，这样就可以把硬币装进去。好了，我非常的开心。我还买了，哎，我的书嘞？哦，书在这里。我们为什么要现在？他要从香港机场飞到越南的奶茶，奶茶，这你喝了吗？喝完了。好喝吗？